来看到冬日正是共寮包肥美的时节，新北市就推出东北角小旅行线上虚拟鱼市场及限量超值的展售会，促销共寮包，让更多人享受到这个期间限定的大海美味，让我们的民众回去很好料理，每个岛都麻烦，所以哦，就只要用活体直接加工，所以中干熟干的这是活体就直接加工，所以绝对新鲜好吃。副市长刘和然热情推销共寮区渔会生产的鸡烧鲍鱼调理包。冬日正是共寮鲍产季，趁疫情趋缓，新北市将在十二月中上旬推出五梯次的包吃包游小旅行，到共寮采鲍、料理、品尝，一次满足。将于十二月五号，在我们共寮奥底渔港旁的渔货直销大楼开始啊，我们的举办啊。我们都是活动，当日有我们现场啊，有九孔鲍鱼，还有我们在地的很多的新鲜的鱼产品。欢迎各位啊，手牵手，大家做伙啊，来共寮品尝我们新鲜的海味。除了产地新鲜现买，新北市更首创全国在社群互动平台建构游戏型的鲜北宴线上虚拟鱼市场，不仅能上线与厂商对谈。来，等下来这开记者会，好，去恁遐现，恁遐现场开记者会啦。我这是办真济好个。来这办。哎，来，哎，哎，十二月车我拢准备好啊嘛，哈。嘿，咱鱼会做条条，甲大家考条咧。哎，对哦，还能直接下单，不出门就能买到当季新鲜鱼货。如果你实在没办法出门，跑一段路到共寮去，你可以在我们线上直接订购。刚刚我就已经试着把我前几天订购的东西再操作一下，刚刚也送到现场来。那这些刚刚特别提到哦，湾流水路特别贡，这里用的就好像放山鸡一样，那那鲍鱼就在最新鲜的这个情况下让大家享用，因为养殖的过程中。就让我们最好的水域来把这个鲍鱼的这个养殖做得很好，让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可口美好。十二月十一、十二在台北希望广场，十九号在碧潭希望市集都有限量超值产品展售，市民朋友可把握机会前往选购。